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经本第238面，第238面第三行，从注解的第14段看起。诸佛与大菩萨为利众生，恒现报身及应化等身生灭之相，而不著作法身，就其有常住法身而不著也，故曰法身非常。不住涅槃的意思，虽不住，因其常在大定之中，故所现象尽观生灭直然，而化身常住自若。所谓故一切相，不住于相者，实有于此。故又曰法身非断，不住生死，此时定会修功圆满境界。这一段的这个开示也非常之好，在学佛同修来说呢，这也是重要的佛学常识。为什么大乘法里面常说法身非常非断？这是依什么说的？这里为我们讲清楚了。诸佛与大菩萨，这个地方是通指，原教初住以上的果位，一直到究竟佛果，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诸佛菩萨证果之后，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度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了生死脱轮回，圆证无上菩提，这是菩萨的事业。为这桩事业，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随处现身。那么所现之身有报身，有应化身，
事先报身的，譬如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利众生事先净土，事先的报身。而实在说呢，阿弥陀佛也是九缘劫就成佛了，决定不是法藏比丘修行五劫就成佛的，注意一下，那是示现的，真如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示现的印身相同，他也决定不是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证无上菩提，九缘界早就成佛了，所以示现的。那么世尊呢，为我们示现的是印身，弥陀为我们实现的是报身，这是不相同的所在。那么这种不相同是不是佛的意思呢？给诸位说，不是的，是机感相应，众生有感，佛则有应，就连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也是设法界一切众生有感，阿弥陀佛有应。那么应化身有生有灭，是佛所示现的报身，是有生无灭，唯独法身不生不灭，法身没有生灭。那么佛不住法身，这里关键的意思在此地，他证得法身，尤其是究竟佛果，他们证得的是圆满的法身。虽然证得圆满法身，他不住啊。我们要体会这一点意思，他为什么不住呢？那叫大慈大悲，所以说就其有常住法身而不住，所以说法身非常，这个法身非常的意思跟不住涅槃的意思完全相同。因为他不住，所以随类现身，设法应化。虽不住，因其常在大定之中，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读到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不但报身常在定中，即使佛的应化身也是常在定中，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个意思前面都曾经细说过。
依佛说法而言。世尊在这个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佛说法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佛实在是无法可说。所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为什么说到无说呢？常在定中，就是视线的应化身，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所谓是六根对六尘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在大定之中啊。那么这就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化身的意思。故所现象是尽管生灭之然，像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应身。住持八十年，世尊是八十岁入灭的。为大众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这是生灭自然。我们反复看这个现象，而法身常住，法身是离体，报身应身是从体起用。所以从体上讲，清净即灭相。所谓过一切相，过是超过啊，不住于相，实有于此。佛在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这个纲领原则统一切法门，所以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这就是无住身心啊。这是教给我们为什么要不住于相啊，这个在此地不必再多说了啊，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说故又曰：法身非断，非断是不住生死。那么总而言之，这一段里头啊，要紧的就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现身，现种种身，说种种法，利益一切众生。不住生死呢，就是永远在大定之中，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不住生死。这个就显示法身非断，这也是我们修学的大宗旨法门，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
因为佛菩萨不住涅槃，不住空啊，涅槃是性体啊，性体空寂，不住空而现象，虽现象而不住有，不但应化身他不住，报身也不住，法身也不住，三身圆满证得了，三身都不住，这才叫真的证得了。这一住那就坏了，决定住不得的那个定慧功夫才能够圆满，如果有住功夫就不圆满。这是法身大师们的境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会用功，真正会修行，所谓的列思练心，理是经历，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当中用功夫，用什么功夫呢？修定修慧嘛，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总不外乎定慧这两个原则。修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修定。定是真修法。那除了修定还得修慧，慧是怎么修的呢？慧是外面这个六种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一点都不迷惑，这就修慧。所以慧在定中，定在慧中，定慧等学，定慧等运，这是真会用功啊，真会修行啊。我们在这段文字里头，要能把这个方法学会了，我们的受用就不可思议。再看底下这一段，三身非常非断之名，非也。一是不同啊，三身都是非常非断，都有这个意思，也都有这个讲法啊，这个是不易。而法身非常非断，与报应非常非断之所以然，则非一。确实不一样，故说义有种种义，说义有种种义，
就在诸佛菩萨所证得的三身上来说，一与一确实有种种不同，且一中有一，一中有一。那么由此可知，一跟一不是二法了。一义如果是二法了，那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不二法了。这一桩事情是叫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上去观察，但是近要远，解要远，面面都观察到了，那你近就远了。见缘解就缘，这样才能缘修缘证啊！最怕是你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你在这个里面升起分别执着，那就错了。所以必须面面皆到，才知道一中有义，一中有义。执则戒非，不执则戒是。可见的问题就是在分别执着，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是没有一样不是，法法皆是。如果执着呢，那就错了，法法皆非也。不能执着，这个不能执着，其所以然的道理，前面都讲的很多很多。能够执着的，三心不可得。你所执着的，无论是事法，无论是佛法。都是缘生之法，凡是缘生之法都不自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说明了能知所知居不可得。此地为什么讲常与非常，讲一与一，这是怕你有微细的执着，微细的执着还是有妨碍，妨碍你明心见性。这种微细的执着，说实在话，对于你要想了生死、永脱轮回，已经没有妨碍了。但是要想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微细的执着有障碍，必须要知道，必须要能把这个妄想分别断掉。当如是见，如是知，如是见者则为圆见，如是知者乃是正知。这个意思都说过了，这个有了正知正见，有了圆满的见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圆修圆证了。明了
非常非断之意。这非疑非义，其义乃得彻底。解得透彻，皆诸法一如，是法平等注意，一切彻底。可见这个经的好处，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其如大开圆解。这个大开圆解呢，就是宗门里面的大彻大悟。我们虽然达不到这个境界，这部经念多了，意思稍稍明白一些，多少啊，它会帮助我们放下一些，能放下一些，念佛功夫就能够得力。待业往生，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才有把握。是《般若经》上讲的，非常非断，非一非异，诸法一如，是法平等，这些都是《般若经》的经义，最精华的部分，最精彩的句子，它的意思义理无限的深广，要细心去体会，受用不可思议。再看幕后这一段，恶要之修功，这是讲到总持法门，我们修行要把总纲领抓住，唯在不取相，不灭相。不取是不执着，不灭也不是有意，远离它。都是对相说的，相不必执着它，也不必去远离它。为什么呢？它不爱死它，而以性为中枢。修行人要紧的是明心见性，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念佛如果要能得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佛，那你一定要参透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你看看，还是以信为中枢啊！既但相不住，信疑不住。前面法身非常不住涅槃呢，就是信也不住啊。不住生死是相不住，不住涅槃是性不住，并不住也不住，
如果还有个我现在两边都不住了，还是一个妄想在。两边不住这个念头也不能有啊。痛到此理，一念佛便得理也行。你要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参透了，会用了，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你会用这个原则了，那好啊，你念阿弥陀佛，理也心不乱，将来往生呢，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这是真实的上上品往生。那么从这一节显示，金刚般若对念佛法门实在是大有帮助啊！所以这个经呢，我们要跟《无量寿经》《弥陀经》合起来看，利益无量无边。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下面这一颗若不受福德皆无我。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佛在本经为我们交量功德了。这个地方是第六次了，前面我们曾经看过五次了。先把前提说出来，假设这个菩萨以满是圆满，恒河沙等世界的七宝布施啊，这个境界，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思量，真正是不可思议。我们看注解，一切法无我，如曰无甚无反，非以非义之理，一时法法皆然。这个一切法无我是真理，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法相在这里面，法名这个事理说得非常的详尽，一部《百法明门论》就是为我们说明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到底下一集再说，因为它的经文在下面一集。本经前面或者是大乘经上常说啊，无烦无甚非义非义，跟这一句这个意思
完全贯通，所以它也是涵盖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无上果者，不非修复，但须不受不主耳。这个开示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的无上果，我们把这个意思扩大来说，原教初度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就是无上果。法身是无上果啊，证得一分呢，也是证得无上果啊。从初住菩萨一直到如来果位啊，证得圆满法身，这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这些人修福啊，对于修福从未间断。不但菩萨修福，佛修福啊，释迦牟尼佛修福，阿弥陀佛修福，没有一尊佛不修福。佛已经福慧二足尊了啊，福慧都圆满了，他还修福吗？他还修福。我们要不要修福？那不修福行吗？啊，佛在果地上还要修福，可见的修福是菩萨事业里面第一桩大事啊。修福就是修布施波罗蜜，普贤菩萨广修供养修福啊。但是要紧的，修福可不能享受，啊，可不能享福，可不能着相，啊，为什么呢？享福一定着相，着相才会享福啊，他不能着相啊，啊，着相就错了。又不可闻，不费修福啊，而又生贪着也。贪是烦恼的根源呐，无量无边的烦恼、生死，乃至于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贪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贪是根本，六道轮回的根本，啊，一切罪业的根本。修福就怕你有贪心，所以叫你呀，不受不着，不受不着呢，断贪烦恼。啊，可以说你是无始劫来所有的烦恼从根拔出的。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在家出家的真正修行人，表现给我们看的都是修苦行啊，他不想富，出家人修苦行的很多。
在家人修行的，只要诸位稍稍留意，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比一般人要降一等的，甚至于降好几等。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唐朝的庞居士，这是许多同修们都熟悉的。庞居士生在一个富有的环境当中，全家学佛，全家都证果。我们在传记语录里面去看，应当是化身大师的境界。他把他家里面的财产装在一条船上，船划到大江当中，船底扎个洞，让他沉下去。全不要了，不要了，怎么生活呢？编草鞋，草鞋在新加坡看不到了，中国大陆内地还有。用稻草编，用茅草编，编草鞋，一双草鞋卖几文钱呢？每一天呢，编几双草鞋卖几个钱呢？能度日那就够了，就很欢喜很自在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菩萨实现了，教给我们一句话了，人家说你有钱，钱拿去做好事不好吗？他高人说，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最好啊，好事不如无事啊。这个就是一定要懂得修福，不能够享福，不能够着修福之相。你一享福一执着，贪心就又起来了。佛教菩萨修布施修供养，目的何在？把贪的根拔掉。所以你修布施里面呢，还有着相，还要享福，你这个贪烦恼永远不能拔除啊。那个不是佛的目的，佛教给我们的目的要知道。说此中借布施福德贤臣不受者之为德无我忍，你看在修布施里面，他能够修福不享福，修福不执着，成就了忍辱波罗蜜。他能忍啊，能忍才会有进步，才有精进波罗蜜，后面才有禅定，才有般若智慧，这才像个菩萨了，佛慧才能成就。又借无我功胜，借述前文所言，菩萨应通达无我法之意，自见
不过饮一布施多福，以为下文不受作张本耳。主要意思后面一段，这一段是先说这个菩萨以满恒河沙数世界的七宝布施，举一个例子修福。诸佛如来菩萨都修福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此菩萨甚浅菩萨所得功德。这是两个比较啊，前面这位菩萨是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后面这一个菩萨呢，若复有人呢，这个人是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就像那庞居士一样，庞居士所修的就是这个，得成于人，这个菩萨所得的功德呢，超过前面满恒河沙七宝布施的菩萨。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这个意思很深很深。一切法无我，刚才也说过了，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要真正明了通达了，那就是化身大士了，不是普通人了，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那你也有份的。一部《白法明门论》所言，《白法明门论》是天亲菩萨做的，法相唯识宗的经典，那么也是法相唯识的纲要，也可以说是法相唯识的概论。它的文字不多，是天亲菩萨依据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这是法相中的一部大论，根本的论点。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660大论，天亲菩萨看这部大论，对于初学的人有困难啊，因为他说的太多了，太繁琐了啊，不是初学的人能够接受的，所以将660法了再归纳为100法，便利于初学啊，所以称之为白法明门啊，白就是这个，就把这个一白法诸位要晓得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世出世界法啊，把它归纳为100大类。明是智慧，门是门禁的，
这个题目的意思，你可以从这一百法里面呢，找到一个开悟的门径。啊，从这个门呢，你就可以开悟了。那么这是相宗入门的教科书。这一部论点，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我，将一切法归纳为百法，归纳为一百大类，然后再给我们说明无我。两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一切法无我。下面这个表解就列得很清楚了。这一百法呢，又分为五大类。心法有八，我们常讲八十，八十是属于心法，八大类。心所法有五十一类，这个心所就是心法的作用，那么从它的作用上呢，分为五十一类。色法呢，十一。色法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无智现象，物理现象都包含在色法里面。心是精神的一部分，色是物质的一部分，还有一类呀，叫不相应心法。它有这些事，但是这些事它不是心，也不是物，但是它也离不开心无，离开心无啊，这个法就不存在了。可是它确确实实不属于心，也不属于色法，所以单独给它立个名，叫不相应心法，有二十四。那么这个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金刚经》末后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懂得有为法是说的什么，就是讲的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心法，统统叫有为法。什么叫有为呢？有生有灭，刹那生灭，有生有灭，合起来九十四。后面还有一类呀，叫无为法。无为法有六类。无为法是什么？没有生灭。像虚空，虚空我们没有看到它生灭。所以虚空呢，就列在无为法里面了。真如本性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真如也列在无为法里面。那么这个合起来九十四加六就是百法，把一切法了分为这个一百大类，然后归结到无我，人无我。你看看，人不外乎
色心跟不相应嘛。金刚经上就讲得很好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当人当然无我了，人无我了，法也无我了。你看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都是属于生灭法。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结论，一切法无我。因为无我，所以你不应该受啊，你呀受就错了。不但你享受错了，你执着也错了啊！不可以执着。我们看底下一段，还是解释这个问题。此菩萨之大作布施福德而不受，所以称其得成于人。人他心是定的，只知道修福，修得很快乐，修得很自在，不受福德，不受。我们常想，随缘而不攀缘，执着跟享受攀缘，离开这个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念，一切随缘，随缘就自在，随缘里面没有执着，没有这个贪受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得成于人。今之并非不重视福德，唯当不着不受而已，一时去重于得人。经义的宗旨我们要清楚，不是说不重视修福，那你就错了。诸佛菩萨没有不修福的，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哪有不修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一开头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你看前三条都是修福啊，怎么不修福呢？《般若经》里头佛教导我们呢，修福不可以执着，不能着相。为什么呢？你着相，你四相具足，你所修的那个福就变成了六道轮回里面有漏的福报了。这个就搞错了。如果你要享受要享福，也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不是如来古地上的佛慧二足尊的，与那个不相干，没交涉了。这是我们要懂的。除这个意思之外，也非常重视得成于人，这个很重要。人是修行成败的关键，能忍就成功，
不能忍，就不能成就。这个成就与不成就，《金刚经》的标准是以见性定作标准。也就是说，你能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金刚经》上所说的菩萨，以这个为标准。那么忍是关键的，六度里面说你能够得成于忍，后面才有精进禅定般若，你才有成就。如果没有忍，你就不能成就。你所修的福在三界六道里面享受，你修的福不会是空的，一定会得福报。一切法不外净行果。前面我们是用百法名门来解释一切法无我，法相中说的，相中以外的经论，像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也都讲一切法，但是不像法相中的分法，法相是弥勒菩萨分析的，他分得非常微细，其他经里没有这么详细，那么这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外净行果，把它呢分为这个三大类，净境界，五蕴，六根，六尘，这都是属于净。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的同修在行门里面呢，我们就定这个五科，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的守则，我们要遵守的原则。果，施住、施行、施回向、施地，乃至无上菩提，这是果，这是大乘法，特地从初地说起，与《金刚经》的教义相吻合。初住的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这是真实的果报。这大乘里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分。无我为一切染尽诸法，缘生体空。染法是六道啊，净法是四圣，染净包含了十法界。诸位要晓得，十法界里面的佛还不到初住菩萨。我们这是原教，原教初住菩萨破得一品无明，证得一分法身，他住在哪里？他住一真法界，不是十法界。诸位要想，十法界有没有佛？有，
这藏教的佛、通教的佛，他们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身。啊，天台家讲藏通别圆，藏佛跟通佛叫十法界里面的佛。那别教原教的那是一真法界了。所以染净啊，染是六凡，净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那我在哪里呢？当然无我，无我是事实啊。我们今天的大病啊，就是坚固的执着有个我啊，这是大病啊。这个事情真的是麻烦大啊，念念当中有我，还有我所啊，我所有的叫我所啊。我所有的是些什么东西呢？老实话，无外乎贪嗔痴慢啊，我贪我嗔我痴我慢，那总不外乎这些东西啊，是一天到晚在造罪业，天天干这个事情，念佛不能往生啊。念佛往生的条件，心净则佛土净啊，你要把我所放下，你的心就清净，这样念佛才能往生啊。我所不放下，不能往生啊，念佛都不能往生，所以要知道十法界原生体空，故一切法中本无有我。佛教跟我们无我，正确的，没讲错。佛丝毫没有勉强我们，因为本来无我嘛。你偏偏执着一个我，我是说，我也是不相应心法。当知所谓我者，这说明什么是我呢？啊，我是什么呢？即众生无明不觉。啊，这个我的念头，我的执着从哪里来的？从无明里头来的，从不觉，不觉就是迷。那无明啊，我们说个粗的话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迷惑颠倒里面呢，去建立一个我啊。那么你要是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我是什么？我是无明，我是迷惑颠倒。于一切法中妄生，妄着妄想啊，不是事实啊，生起了分别执着之见是也。这个就叫我。所以《金刚经》上前面呢，我们念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问你。我在哪里？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三心不可得了，我就没有了。我没有了就恭喜你了，你成菩萨了，你发生大事了。为什么呢？你证无我法了。
这是发生大事。而一切法性本来空寂，哪有此无啊？因其本无，故当除之也。本来没有本无，我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呢？所以要知道，我们今天种种苦难，你为什么这么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佛经上讲的八苦交煎啊，你为什么这么苦？就是你迷惑颠倒妄想当中生了一个我，你才受这么多苦难啊！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本来没有我，事实上也没有我嘛，无论在哪一法里都找不到我嘛，你就解脱了，你就自在了，你就永远脱离轮回了。就像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段事情由于我们迷得太久，迷得太深了，佛在经上这样的明显为我们开示，我们听了也点头，也能接受，但是境界转不过来，这个转不过来是习气太深了。转不过来要转呢，不转不行啊。初学的时候勉强着转，用什么方法呢？布施。布施就是放下，布施就是舍，从容易的地方先做起，譬如先舍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我不贪了，我不据为己有了，我所先把我所有的舍掉，先舍无所，然后进一步我也放下，我也没有了，那就成功了。所以这是两个大的阶段，要知道怎样去做。此二句，上句是解，下句是现。赫尔观之，是名此菩萨皆行成就啊！知一切法无我是解，得成于忍呢是行。这一小段经文合起来看呢，说明这个菩萨解行成就了。又上句知是慧，下句忍是定，或知便是定慧均等。因定慧均等解行成就，
所以所得功德甚前菩萨。前面那个菩萨是满三千八千世界七宝布施，这个菩萨的功德超过前面了。前面是在四相上的布施，这个菩萨明心见性，那是那个菩萨不能够跟他相比。忍字暗暗不轻，不轻就是不义的意思，不动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不为外面一切环境所诱惑，所以它是定的。两个案，意思是说心安身也安，身心都不受外境的诱惑，这叫人必须功夫做到得成于人，这叫真功夫。我们常说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在你面前你还动不动心？如果还会动心没用啊，你没有得到人啊。这些东西在面前如如不动，金刚经后面我们还没念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就是此地得成于人。得成于人是什么样子？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得成于人。得成于人就是以定慧均等，定慧均等就破无明啊。无明烦恼为什么破不了？定慧不均等，定慧均等就破无明啊。破一片无明你就这一分发生了所以这个功德布施前面的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所能够相比的，奉为真实通达真实菩萨。那个真菩萨《金刚经》前面有标准，四相对了，四见对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全都没有了。我们也很想啊，破四相，断四见。怎么个修法呢？这里好啊，交给你了，你只要得成于人，思想就破了四见就断了。得成于人怎么个修法呢？你一定要深深地明了一切法无我，你要真正通达
这个事实真相啊。真正通达一切法无我，你才能放得下。啊，这个通达一切法无我，就是看破。你看不破，你怎么会放得下？必须看破之后啊，你才真能放下，你才成功了。真正放下了，那就是外不着相了，不取于相，内不动心了，如如不动了。这是法身大事，所以这是真实通达真的菩萨，《金刚经》的标准的真菩萨。须知解故具行之心，清凉的四分，信、解、行、正。解在行之先啊，人非如法实行，却有经验，何能生解？这就说明解跟行是相辅相成。你能够解得一分，你要不能做到一分，你那个解就不会进步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到。你做到了啊，你那个解会进步，又提升了一分啊，然后你的行呢也跟着进步，解帮助行，行帮助解，解行是相辅相成的。到底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呢？不一定的。但是最初一定是解在先，行在后。真正起修啊，不一定哪个先，哪个后。所以你真正行，行当中啊，有了经验，有了体会了，你的解就更深入了，更圆满了。前面行有解除，结因形成，能够达到圆解，是要真实修行功夫所成就的。你没有真实修行的功夫，你的解就不能够深，不能够圆。深解圆解一定要有真实修行的功夫。那么从这个两句话，行有解除，解因形成，显示出它是相辅相成的，是即通达之真玄。真玄是真理，我们也能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一定要这样的修法，你才真正能通达。如是通达，乃得成人耳。就这个得成人呢，也不是容易啊。得成于人，是要解行功夫圆满。那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心里面
若无其事的，毫不勉强，真的放下了。请看经文，须菩提，一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这是这一个小段的一个结语结论。此节正是开示学人，功夫必须做到如此，方能无我，故须摄明成人之所以然。把得成于人，所以然的道理要细细的说明，说明的原因就是要效法菩萨。为什么不受福德？修福德不受福德，归结到最后，就是叫我们其如无我法，切入无我法，那就是正果了。凡是菩萨，因其修福不受，方于无我成人。这一句很重要啊。凡是菩萨，没有例外的，从圆教初住一直到等觉，41位法身大师，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每一位都是修福不享福。如果享福，他就不能够得成于人，因为他修福不享福，所以他得成于人，因为他得成于人，所以能够在6道10界应化度生，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我们世间的人求佛菩萨，佛菩萨一定化身在人间，畜生道里面求佛菩萨，佛菩萨要示现畜生身；恶鬼道里面求佛菩萨，佛菩萨要示现恶鬼身。6道
三途苦啊，唯有菩萨得成于人，他才不在乎啊！啊，他不享福，他要享福，不会到六道里头来呀、啊。六道里面太苦了，啊，这就是说明他不受福德，在六道里面度化一切众生修福啊。所以不能得成于人，怎么能做得到？因不受故，所作福德尽成五漏之功德。那这经文上讲的，他的功德超过前面的菩萨，他不受，他不受，不受就福德变成功德。如果要受的话呢，功德就变成福德，功德没有了。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不能明心见性，功德可以明心见性，可以见性成佛。那么下面呢，再把这个受它的定义做一个简单扼要的解释。啊，什么叫受？心有其境，明知曰受。你心里面没有放下，啊，诸位要知道，思上放下了，可是心里的还挂念着，你还是在受。啊，可见的这个受的意思，必须心里头没有挂碍了，没有牵挂，真的是干净的。啊，今月不受，证明其心空无境也。啊，他的心恢复到本性，啊，真心本性里面没有一物啊。啊，六祖坛经里头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如果有一物，你还在受，啊，你没有做到不受啊。啊，不受就是本来无一物。啊，心里面干干净净，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古德常讲一丝不挂，用这个来形容。啊，心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的牵挂，这个才叫不受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不受不是在四相上讲的，相没妨碍，四事无碍。什么东西有碍呢？心里头有碍。啊，这个心里面正放下了，四上就无所谓了，啊，才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可见的普贤菩萨这两愿，如果没有得成于人，做不到。啊，一定要先得成于人呢，这个恒顺随喜才可以做得到。须菩提白佛言：“是的，云何菩萨不受福德？”啊，佛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修福不受福德。啊，须菩提哪里不知道，这明知故问。
待我们问的，为什么菩萨修福不受福德？问义要在令大众彻底明了，见能达于不受之地。须菩提问这句话的意思在此地，知此问重要，当于下界开始加以体会。这一问的确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如果真正明了他的道理，明了他的事实真相，我们才肯发心学习。菩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所以理跟事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下面世尊要为我们开示，这些开示非常重要，字字句句不但含义深广，在修学，实在讲，修学就是生活。在生活上显示出来的是大用无方，所以我们应当要特别留意。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佛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说明为什么把这种粗句言作福德，实之虽不受而应作。菩萨绝对不是说不修福，可以说从无间断的修福。我们世间人贪图福报，有的时候修福还会间断。菩萨不贪图福报，修福从来没有间断。为什么？那是信德，真的是开发自信。不可因不受之言误会修福可缓，那就错了。当时作福德即是修六度，是从大悲心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云何可还佛？这就是说明了菩萨修福非常积极，特别是华严经上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愿愿在结论的时候都告诉我们无有疲厌，从来没有休息，没有感觉到疲倦，没有感觉到厌恶，认真努力，不断地在修，
什么是修福呢？六度就是修福，十愿就是修福。我们经宗学会定的五个科目都是修福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绝对没有说修福可以缓一缓啊，修慧要紧啊，殊不知慧在福中，修福不着相啊，就是修慧。修福不受福德，就是修慧啊。可见的福跟慧呀，是分不开的。如果修福着相了，那就有福没有慧。啊，修福要享福了，有福没有慧。啊，只要不着相，不享福，慧在其中。啊，真的叫你开智慧。啊，这个底下说得好，完全是华严经的教义。啊，那么做福德就是修六度。啊，这从大悲心出。啊，为什么不享福他会去修福？在一般人，我既然不享福，我佛也不要修了。那就是真理吧，那很合乎逻辑嘛。那菩萨为什么这么傻呢？啊，我们要用逻辑来看菩萨，菩萨都很傻了。啊，不享福修福，修了福让别人去享福，这不是傻吧？这个里面的意思就非常深啊，他有大悲心，大慈大悲也，这个力量在推动他。世间人天天工作勤苦的在修福啊，什么力量推动他呢？名利才推动他，执着享受在推动他，因为他有享受，所以他肯做啊。那菩萨不享受，他为什么肯做？大慈悲的力量。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我们佛门里面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是佛法。佛法的根本是大慈大悲，诸佛菩萨怎么证果的？怎么修成的？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无条件的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大慈大悲的。这个里面有条件，那就不行了。啊，如果你执着有受，这就是有条件的。啊，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那就大悲心就失掉了。啊，就成佛。正果大悲心为体，大悲心从哪里？因于众生，啊，离开众生，你这个大悲心从哪里发？引不起来呀。虽然
大悲心是信德，如果没有缘，它生不起来。缘是什么？缘是一切众生啊，特别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苦难不仅仅限于物质生活的贫乏啊，物质生活贫乏是苦啊。物质生活非常富裕，苦不苦呢？寿命到了还要搞六道三途，这都是苦难众生啊。啊，换一句话说，没有觉悟，依旧迷惑颠倒，都是苦难的众生。啊，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有些看到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人，啊，我们看到的好可怜啊！啊，没错，他现在生活是可怜。啊，他来生呢？来生不一定堕三途，啊，来生可能得人生升天去享福去了。他这一生他受的果报，他受这个苦难当中他造的业少啊，他妄想少，每一天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了，还想什么？我们一般凡夫啊，看不出来呀，啊，富贵人家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造作罪业啊，所以说天道很公平啊，富贵人来生贫贱堕三途，贫贱苦难的人来生呢，富贵升天，啊，所以风水轮流转呐，啊，那老天也很公平啊，不会说你呀，你苦生生世世的苦啊，你享福生生世世，没有这个道理啊。你仔细观察，你才晓得每一个人造的业报不一样，苦乐不相同啊。但是迷惑颠倒是相同的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一切苦难都是从迷惑颠倒里面生，唯有迷破了，你才能得到真正的乐。真正的乐一定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你才是得的真乐。菩萨帮助众生呢，是帮助这个，所以对于六道众生十法界的这个圣贤所示现的，都是修福不著不受啊，这个意思深啊。那么因大悲心生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性啊，真正觉悟，彻底觉悟，圆满的觉悟啊，这个觉悟的心呀，决定是不著不受啊，才觉悟啊。在家出家的，自古至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只看到修行很不错的，
善知识。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看不出来。但是从理上讲，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示现给我们做榜样，那个数量也很多很多，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决定是有，示现给我们看，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但是在佛法上，像这个经上所讲的，皆有心相应，行解欲深，能够观察得出来。从这个地方才能生起真正觉悟的心，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业有执着，业有受的这个念头，我们马上就迷了。诸佛菩萨确实他已经不迷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大慈大悲呀，给我们做一个样子。以近代的善知识来说，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这是两位出家人，他们做福德没见到过，但是他们不执着，他们不受福德。虚老和尚我们不晓得他的究竟，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印化来的，大慈大悲做给我们看的。居士当中，下莲居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也不是普通人呐。事先为我们做榜样，也是做福德，不著不受啊。他们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过的。你要是知道，一定会生惭愧心。积功累德了，从无间断。生活之节俭，是一个很贫苦人家的那种生活。这个就是大慈大悲，这个就是真的生菩提心，这是我们只要细心去观察，只要去留意，能体会到。我们向这些善知识学习，决定不错。不要有个念头，我生活清苦一点，但是也不能过得他那么苦啊。你有这个念头在，你还是瘦啊，你还是没放下。真正放下，没有念头了，没有怨言了，
我修福，人家享福，我在吃苦头，我为的是什么？你有这个念头啊，那你就凡夫了，你这个贪嗔痴慢通通都起来了，没有丝毫怨言。我们没有听说虚云老和尚有过埋怨，印光大师心里又难受，没听说过。他们这一生快快乐乐，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含义很深很深，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会，明了之后认真学习，才得受用。